这个哈，一会儿就好，一会儿就好。这个扎得很深呢，这一个。好，我天！摊不开，摊不开这个叉。这儿转一转啊，这儿来个特写啥的。出来了，那个劲儿，就这儿，跟鱼钩一样，怎么样了？这不疼，又疼是不是？哎，你这个挺好，你这个视频，很好的一个小素材。不破也不出血哈。就是修的能慢一点，这东西修快了可以容易出血，这玩意儿修干净不疼才是最主要的。是不是不那么疼修的时候哈？它在肉里拔，就是出来那一瞬间，你会有点轻微的感觉。胀了，很轻。你平时在栖霞吗？青岛。平时在青岛。嗯。这个不舒服啊。这边是不是？对。平时在青岛修的多。嗯，我一般在青岛。在青岛的，我有个比较好的，叫什么？嗯嗯。哎呦，这第二个脚趾头扎的也是很厉害呀。平时穿鞋还是要穿宽松点的鞋。哎，我这个脚好像不穿运动鞋还强点。一穿运动鞋真疼。嗯。